好啦，好，那么今天呢就到这里，正好10点钟啊，功德圆满。那么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，好吧？那明天呢，如果有时间呢，希望多叫一些人去听听，说不定你能够度到他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让别人开心，自己一定很开心。好好的学佛做人，好好的让自己成为一个人间的救人的灵魂的工程师，让人间拥有更多的莲花，让人间更大家和睦相处，圆融的相处，更懂得怎么样爱世人，爱这个世界，再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和平。所以台长这次来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念经，让印尼以后不要有更多的地震和灾难。希望你们过得好，希望你们只要你们过得好，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。每天过得开开心心，法喜充满，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越来越法喜充满。也感谢所有我们的来宾，还有我们的法师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佛友们的护持。今天呢师父有些累了，休息休息，明天下午1点半跟大家呢在大会上见面，我们会有几千人，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还会给大家看图腾，让大家知道自己的父亲自己的过去或者身体都会给大家当场看图腾，非常神奇。你带人来看，看了之后呢，他们知道了，知道了他们相信了，相信了之后他们念经了，以后印尼到处都能念经，你们相信师父，保证不会有过去那种不好的事情再发生。你们好好念经，也是庇应自己的孩子呀。想一想，我们的孩子以后就算我们走了，我们总不见得让自己孩子在这人间吃苦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好好念经，让孩子也孝顺我们，让孩子也能以后避开很多的灾难，那我们是最大的这个收获者。所以好好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好好的救人，让我们在这个印尼的巴淡岛，全印尼充满了佛的阳光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万事顺意，新年愉快！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见。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，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。今晚的见面会圆满结束，祝大家学佛。